这个爱情，但是我总觉得不可惜。一开始没有可能是不确定，但是爱情是我们的，凭什么有你决定？第一次演唱这首歌，对，第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，首唱，是很荣幸可以唱一首那么棒的歌，那么棒，好听的歌曲，很棒，对，而且这首歌呢，是柯群送给他的歌迷朋友的一首歌，很大爱的一首歌。阿娇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个跟柯群这位帅哥来合作啊？我觉得你们俩搭在一起的话，虽然很养眼，但是没想到，他帅我没办法，什么？他帅，他长得帅，我也不办。他是靠帅打动你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说不是啦，不是。他没有，其实我也没办法。而且呢，你这个艳福不断的升级，怎么样？阿娇给大家来讲讲这次跟柯群的合作啊。其实第一次，他们是特地来上。